看海峡拼经济，我是陈莹。机器人不再是科幻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帮手，在日常生活里他们也经常出现。比方说会帮你煮一碗台湾最有名的牛肉面，就像是这家牛肉面店的老板深入工业区，把机器手臂请出了工厂，改装成煮面帮手，一年可以节省上百万台币的人工成本，还结合了金融科技，从现金到微信支付、支付宝，只要是你想得到的付费方式，机器都照单全收，让消费者觉得连吃一碗面都很有科技感。中午用餐时刻，这间牛肉面店煮面餐台效率快速，分秒必争。离开工厂前进餐厅的机器手臂，扛下传统面摊最耗费体力的粗活，拿碗下面装汤，三分钟内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出餐上桌。机器人煮面，然后就觉得很新奇啊。煮东西大概就是一个时间控制的问题嘛，机器人它会比较精准的去控制煮面的时间，因为我们一般在煮的时候不知道说面到底熟了没有。那阳春面要煮的时间140秒，好，这里时间这是可以改的。不用站到热气腾腾的锅炉前，老板曾伟峰动动手指操作平板，依照面条种类调整煮面时间。机器手臂连厨师甩面的小动作都能精确模仿。这两只手臂呢，其实它过去都在工厂里面锁螺丝啊、做电焊啊、夹机具啊等等啊，就是也是很粗重的工作，然后透过 robot 来做。那这两只我们特别让它从工厂里面，好，搬到我们的市面上来，好，用他的双手啊，一样可以为我们煮出一碗啊美味的啊牛肉面出来。曾伟峰过去是餐饮门外汉，多年前他在大陆金融业打拼，对大陆金融科技应用产生兴趣，兴起回台创业的念头。啊，那大家都知道大陆的啊微信支付、支付宝啊特别好用，那这是在台湾的金融业要急起直追的，但是台湾的金融业在追求这一段运行的过程中呢，它其实缺乏了一个就是应用的场景，所以那时候在创业的时候，我们是先从FinTech 这个角度上来说，看是不是有什么场景我们可以来创造出来。我们有五大支付模式，好，包括所谓的电子票证、传统的现金、传统的信用卡，以及现在的所谓的电子支付。跟所谓的第三方支付，好，我们五大支付模式都把它整进来，好，我们期望的是说，在未来，客户身上有什么可以付钱，我们通通都收。把支付方式整合，付款点餐一条龙式完成。客人在门口点餐完毕，机器手臂同步开始煮面。这是曾伟峰熟悉的科技金融领域，他找到的应用场景是台湾的餐饮产业。现在台湾是处在一个少子化，年轻人呢他都是高学历，所以他不太会愿意投入到这种小吃行业，特别是在所谓的热烹调这一块，因为高温潮湿而且重复性的劳动。那在往后推演20年之后呢，我们有可能台湾的这些美食会因为劳动力不足而短缺。就我们就负责后场卤牛肉的过程。曾伟峰回台湾做市场调查时发现，传统小吃店普遍面临缺工的困境，于是他投入研发机器人煮面技术，在进入无人产线之前，主厨必须料理好汤头和牛肉。机器取代掉的是厨师他需要密集劳动的工作，厨师他本身他的智慧结晶、他的经验来说，他依然还可以保留下来，那只是说透过我们的机器去帮他做个执行，所以呢，厨师不会因为 robot cook 之后他就没有工作。处理牛肉、调整火候无法用机器人取代的料理程序，还是由厨房人员负责搞定。为了配合机器手臂的运作，厨师要随时调整食材呈现方式。像这样厨师和机器人合作的模式，预估一年能帮店家省下150万台币的人力成本。不能太油了，因为我们就是采用整块的牛腱去穿烫，卤完再切，它油脂比较少，摆放的一个方式也要注意，尽量是把它竖起来，要整片贴在那个小盒子的底部，到时候那个机械手臂要放的时候会粘住，不用烦恼前场的问题啊，专心在后场。把肉块放进餐盒中，这是牛肉面产线的重要零件。牛肉面条汤头分开组装，机器手臂虽然帮了大忙，现场还是需要一位能排解状况的员工盯着机器人，这也翻转了传统餐厅员工的工作内容。
在 Robot Cook 这件事情的背后，它其实要有很多的技术人员去支持它，那包括工业设计人员，包括 Robot 的软体设计人员，包括我们电控的 PLC 的软体设计人员，包括我们前面 BI 的设计人员，包括未来的 AI 啊的设计人员，那甚至这中间有很多大数据的分析，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链。餐饮业的 AI 智慧战在大陆同样掀起浪潮，知名火锅品牌和阿里巴巴都开启智能餐厅实验店，火锅餐厅从装汤头、送餐到结账，全靠机器人搞定。因此，台湾用机器人煮面的商业模式吸引许多大陆厂商的关注。收到市场上的一个反馈意见非常多，不仅仅是两岸三地，其实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市场，那大陆的台商很多人在咨询，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模式发展到大陆去。曾伟峰计划把这间餐馆当成 AI 餐厅示范基地，未来将朝商业应用服务的方向发展，进军全球机不可失的餐饮战场。在大陆，餐饮市场的规模非常的惊人，一年高达4兆2000万人民币。台湾餐饮龙头漂洋过海，在大陆深耕多年，如今也面临转型。就拿上海来说，这里的消费者对于吃品味更挑剔，但是在价格的接受度上，弹性也变得更大。面临这样新的消费环境，原本以套餐为经营主力的台湾领导品牌，改采个性化的点餐方式，端出更精致的菜色，抢攻餐饮的金字塔顶端市场。黄昏晚霞染红黄浦江面，东方明珠塔依旧耀眼。上海的夜生活跟一场餐饮激战却刚刚拉开序幕。260度高温的烤盘上，美国进口顶级剔骨牛排烤到表面焦脆，紧紧锁住鲜嫩肉汁，豪气逼人，而且风味多变。不的话，我是剔骨牛排，那它会有两种不同的风味，一种呢是菲力的鲜嫩多汁，另一种呢是细嫩的略带嚼劲。这是台湾餐饮企业龙头在大陆攻顶高端市场的新战将，抢攻味蕾之余，还将上海夜景精华一并收入眼底。窗外看出去就是黄浦江的美丽夜景，餐饮集团新店选址在外滩边上，凸显品牌的高贵性，人均消费大约800人民币，这样的价格对于大陆消费者而言，有人认为很便宜。我感觉在上海好便宜哦，定位定的是很便宜的一个价位，一般在上海在外滩边上一般西餐都在1000到1500。这一家可能跟我之前吃的几家都有点不太一样，感觉是2.0的 Plus 版本吧。能选择到这里来消费的，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大家都能承受吧。集团以精心烹调的美味，别出心裁的装潢，打造上海最顶尖的牛排餐厅，地点选在上海外滩22号，前身是英国太古洋行，超过百年历史古建筑中精致典雅，靠窗边的外滩景观摇滚区最为抢手，每天晚上座无虚席。餐厅选用顶级食材，主打牛排，选配法国生蚝，香煎鹅肝，甜点和汤品摆盘，专攻爱拍照的网美一族，味道也不迷信西方传统的料理方式，接地气，讨好本土味蕾。接地气的表现最明显的是台塑牛排、全熟牛排这件事情，这外国人不会做。那我们的牛排呢，我们建议我们的消费者最好的熟度7分熟，这7分熟是谁发展的，还真的是必须佩服我自己。李森斌深耕大陆超过10年，本地的餐饮市场趋近饱和。2018年成长首度跌破10%，必须重新调整才能持续抢攻总规模高达4.2兆人民币的庞大市场。从2017年到2018年，台湾餐饮集团在大陆发展遭遇瓶颈，一年收掉3个品牌，12锅、萨瓦造面等相继熄灯。2018年，集团营收超过162亿台币，年增长3%，但税后获利3.45亿元，却衰退25.45%，的确是到了必须转型的关键时刻。当然有一些部分因为亏损太高，我们一定要把它收掉。这才叫断尾求生。同样呢，那12锅呢，我们确实是有点，可能就是因为味道还不够到位，我们认为太过味道太淡的火锅，当地人无法接受。
嫩煎和牛、石烤大虾搭配海胆饭，全部都是单点，不再以集团惯用的套餐形式强迫推销，个性化出菜就是集团重新调整步伐的重要转变。早些年是因为大家为什么愿意接受套餐，是因为他吃的很少，那他不太了解这些品类，那你把它选好之后呢，他觉得更好。但是因为现在消费升级以后呢，消费者更注重养生，自主性更强，想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原本的套餐花费大约350元人民币，改成单点人均降为150元到250元，业绩成长一倍，转亏为盈。虾也好，扇贝也好，它都有单一的去做order， 跟日本本地的那个模式就比较像，我觉得是更贴近日本的那种用餐的文化融入进了上海，我觉得蛮好的。我会喜欢自己单点，因为如果说比如说一个套餐，它有可能里面有一些单品可能是我不喜欢的，我觉得单点的话更适合我一点。你好，英雄就是穿吊烧鱼，就是鲜嫩少油。跟高端品牌组成全面攻势的平价品牌也跟着调整，锁定白领下班放松一下的小酒馆，全面改造有日式居酒屋的闲暇，也要让人有一探究竟的噱头。你们这家就是有的六位对吧？里面请大师兄逍遥派来客。从店员服装打扮到用词都很讲究，墙上俏皮的复古涂鸦别具特色，就连消费者也配合演出，一身汉服特地来朝圣。这一身是明代的锦衣卫，所以我挂了一个锦衣卫的招牌。我们觉得哎，这家餐厅其实要像他那个墙上的这种盔甲的，还蛮适合我这一身的盔甲。我自己也是一个汉服娘嘛，我也是挺喜欢这个汉元素的。哎，正好看到这边有，然后想啊，这种餐厅还是比较少，然后就过来了。同时将分量变小，适合下酒菜。一来因应现代人食量精简的趋势，二来酒水利润更高，口味创新求变，很有特色。对对对，像是那个回到那个武侠世界，特别蓝。觉得口味怎么样？蛮好的。台湾这家餐饮品牌在大陆布局已久，大陆店数约1/3，但获利比重连年上升，已成兵家要地，寸土必争。全新的品牌策略在上海站稳脚步之后，将往大陆其他一二线城市发展，挺进这个已经产生质变的巨大市场。台湾是水果宝岛，但不是所有水果都主推外销。芭乐相对平价，过去呢多以内销为主。不过今年一开春，芭乐的龙头产区燕巢就风风光光的接下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的超级大单，今天签约，明天立刻出货，生意看似很好做。但是能够接下这样的急单大单，其实是燕巢果农练兵20-30年的功力展现，包括了药检、品质、大小，每一样都要达到标准，不能够含混过关。到底呢，这燕巢果农是怎么控管品质，让自己可以接下郭董急单呢？带你直击产地。我咬一口。好。台湾芭乐一进深圳龙华厂，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立刻试吃代言，变身超级业务员。为了推广台湾的农产品，身扛上兆市值的郭台铭亲自站上销售的第一线。66公吨的芭乐1小时就完售，燕巢的乡亲与有容焉。哦，这芭乐高赞，这甜度有够，真正好。台北来到这，这个很老啊，这产地就是拢现采现吃，最新鲜了。台湾年产17万公吨的芭乐，有40%来自高雄，其中又以燕巢品牌最响，知名度最高。在台湾的果菜批发市场，向来是热门抢手货，经常拍出全台最高价，也难怪郭董下单的首选就是他。郭董来，大家足欢迎啊！当然，有人要甲咱买回，当然嘛是好啊。外销，阮大家拢欢迎啊，系啊，这一定的啊。当然会当销较济，大家嘛足欢喜啊。陈文明一家三代务农，照顾芭乐是纯熟老手，早在芭乐还是 baby 个头就装袋呵护，防止果蝇害虫叮咬，确保每一颗卖相都无瑕脆亮。结实累累，这碎这碎哦，这粒这个都是特级品的啦，一粒头有高啊，好啊，皮肤都很光滑，很漂亮。作为龙头产区，过去的主力是内需市场，但今年遇上全台大盛产，市府又积极推外销，燕巢的果农试着走出去赚赚人民币。收钱大家当然欢喜啊，加一个通路一定加收较有钱嘛，对不对？啊，你加收较有钱的经营啊，你如果愈卖愈多，我嘛愈欢喜。
今年三月，燕巢就接了两张大单，累计180公吨，目前还有两三张订单持续上门询价。产地的果农邱嗨嗨，整个燕巢都热闹起来。有家果哎，摆出一个大旗果哎，一篮一篮等着分级的芭乐满坑满谷，集货场每天都像战场一样。赶外销订单的那几周，更是加班满点，忙到宵夜时段。天，那个量姐说嘛做不赢，我不隔壁高店嘛等伊。你唔知啊，量多咯嘛，爱做甲足啊，足欢喜啊，愈多愈好啊，代表赚钱啊。越是要走外销，芭乐的塑胶套袋越是不能拆掉，要刻意留下来保湿保鲜，延缓芭乐的老化时间。要是在燕巢就太过软弱，绝对逃不出妈妈姐姐们的手掌心。像这粒安尼，你看咧白白，啊你给它蒸一下，啊咧就是嫩啊，啊嫩个爱过遐，食起来拢水的。至少有80%吧，坏的比较少啊。明明来自不同的果农，但甜度、脆度、品质稳定其一，80%以上都是外销的品质上等 A 货，幕后的产销班功不可没。我们这班有牛奶啊，把它吃牛奶，搁人咧顾，这样拢比人较好呢。伊就牛奶粉啊。人要吃较好的，当然果子也爱吃较好的啊。为了打破小农供货品质参差的窘境，早在产销班成立之初，全班43个班员用的液态肥料就集体发酵，全面统一，把影响品质的变数减到最低。因为你想，我若大家做伙，我的品质会较平均，每一个班员大家做伙，因为强制使用嘛，莫讲哎，到我家己发病，啊，我顾我家己品质，不能这样子啊。嘿啊，所以我们班的开会，我们要那个发这个肥。大家的品质都过得最好。为了让芭乐头好壮壮自带果香，不止加入大量的奶粉做发酵，还吃海味鱼鲜，兼顾均衡营养。鱼精，大家好，安尼芭乐较好吃，品质才会好。伊食了也皮上水啊，肉质较甜啊，较有汤啊，加营养伊蛋水，伊迄点芭乐水啊，加人参两杯乳蛋水啊。小农联合集结照顾品质产量，负责接单销售的农会也加入把关，每一件离开燕巢之前都要确认通过药检。要建立一个品牌其实并不容易啊，那我们要把我们燕巢的芭乐的信用做出来啊，让我们消费者可以信任啊。即便只是北上到台北果菜批发市场，每个农民的芭乐都要抽验，这套流程已经运作20-30年，安全用药的分量果农都能够精准拿捏。这一次古董下单之后，红海团队带着快筛试剂突击抽验，同样一次过关。做到这种程度了，你来检验谁来检验也是一样啊。不你惊不怕，所以当古董那边说什么定乃神针怎样，我跟你说，我们就是实际在做。果农产销班农会一路串联，不论是品质肥料还是安全用药，早就都扎稳根基。如今等到了好机会上门，芭乐龙头有十足的信心，让对岸的所有新客户通通一试成主顾。欢迎回到海峡拼经济。《流浪地球》这部电影在大陆票房超过了46亿人民币，也带动起周边商品的商机。而其中呢，这家文创公司利用同制品结合电影的角色，创造出热销的作品，让传统工艺师傅找到更多元的发展空间。好莱坞电影公司也授权 IP， 文创电商靠着匠人团队把商品卖向全球市场。海洋内核急速老化，持续膨胀，地球将被吞没。这是今年大陆春节最受瞩目的电影《流浪地球》。由于是陆产科幻片，一开始并不被看好，没想到一路逆袭，成为了贺岁片票房冠军。驱使整个地球离开太阳系，正式踏上流浪之旅。祝地球好运！和这部电影一样串红的，还有这一系列的电影周边商品。正月初一呢，没感觉到什么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电影刚播刚上映嘛，正月初二不对了，正月初二开始我们天猫店每天增加1万到2万个粉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童师傅余光为流浪地球打造了4件周边商品，在电商上预售一空，而刚开始对于合作他们是拒绝的。对，流浪地球是他们通过第三方版权公司找我们的，当初最早我倒不太想要，因为中国科幻片我觉得基本上是不接的，这个票房肯定不行。再说看惯了中国这种五毛特效，我觉得这个《流浪地球》题目一听这个科幻片，我觉得就要闯祸了。
余光后来得知导演和自己一样都是学美术出身，又看到了效果图，马上拍板决定合作。导演是学美术的，所以大家可能有一点潜意识的共鸣，我一看这效果图非常花心思，我觉得如果最后电影呈现出来有效果图的十分之一效果，这部电影就不会扑街。我去参加了首映礼嘛，看完我就知道这部电影肯定会火，因为它呈现的这个最终的效果是我看到初期的效果图的十倍。别看他们对于电影这么挑剔，当初他们也曾经是被挑剔的对象。童师傅目前不仅有漫威授权，还有华纳授权、大英博物馆以及汉美林艺术馆授权等等，但回忆最初拿授权也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前我东一榔头西一棍子，我美国邮件自己写去问啊弄啊，漫威也去问过，从来没人理我们。到后面是我自己扛了一个蝙蝠侠跑到那个时代华纳去了，那个蝙蝠侠有30多公斤重，为了这个蝙蝠侠运到美国，因为我们要随飞机走嘛，我还订了个头等舱，因为经济舱它不允许运30多公斤的东西。扛去到了华纳办公室，他们的设计总监被我们镇住，他从来没想到过铜也可以做得这么精细，并且更不相信这是中国生产的。对待产品就像对待艺术品一样严格，一件拳头大的作品都要经过经验丰富的艺人十几二十天的雕琢，还有可能经历数不清的工序，才能送去生产成模。像我们铜不仅是要把那个六小龄童孙扮演的那个《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形象刻画得很逼真，关键是还要把每一片盔甲每一个毛都要一根根做出来，所以铜要做到这样其实非常困难的。像这样的一尊的话，要那个师傅要做多少天啊？这个光雕塑的话差不多要2个月时间。像这只疯狂的小鸟是童师傅刚拿到的授权，要完成这个小作品，除了身形兼备，每一根羽毛都要细细雕琢，就是每一根毛发都是要有出处，要有来历的，你不能乱七八糟给我乱刻不行，你要从哪里长出来。像我们刻一个人物的头发，他头发是有那个规则的，不是说可以乱长的，所以这些就要求特别严。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家文创企业是由一家上市卫浴企业孵化出来的，不到3年时间，同志文创产品全年营收已经超过了这家上市公司，2018年达到4亿元人民币。我做卫浴的时候也是那个水龙头也是用铜做的，然后铜工艺品也是用铜做嘛，只不过制作的方法不一样，但是铜工艺品呢反而就是增长非常迅猛。现在老百姓有钱了，除了刚需的物质产品，它也需要一些精神需求，所以我们的铜工艺品刚好满足了他们这个需求。目前为止我们应该是全世界做工最精细的铜工艺品企业，我们成立到今年第5年了，还没有对手出现，就是说还没有能跟我们抗衡或者说超越我们的对手，一家都没有。余光用匠人的标准不断超越自己，目标打造出不同凡响的新产业。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表演，使用全新科技依托大自然美景，展现大型园林的光影艺术，还有5大洲的代表助阵演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冰经济，我是陈莹，我们下个礼拜再会喽。